水一定要慢点啊，这沙容易陷。别动！哎，来出来！神奇不神奇？这啥呀？哎，多好玩儿啊！豆芽。海豆芽。哎呦，这是撑啊！哎呦，啊，撑的那。我先从这个，这还有两个呀，有点泄焰。上盐，上盐。快快快，这个大了，这个大了。这出来，这。这豆芽。又是个豆芽。豆芽。这个豆芽。你看这个啥情况？不知道半天没反应。这个没反应了。加什么？豆芽，海豆芽，这个不行，走，不能让你跑了，来来，我卡着了，你拽着了吗？你出来了，在口。桌子就不行了。没有。大伯，你在哪儿找呢？我是。找错地儿了。这大树挖了多少？我天哪，挖了那么多。这算多吗？大树是职业的。这有一个。嘟了，来，别客气，没反应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不，哎呀，我还下去找了，就把它铲碎了，这个。牛呀！我说，一找一个准儿。是呀，你今天这眼神没得说啊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沿下去没见它。哎，这边是那啥，离水太远，太干了，这个盐。盐化不了。嗯，没些反应。再来。挖吧。挖啊！直接咱下铲子。那就听你的。呀，咋了？我这好像还是一个。啊天，那咋整？啊？咋整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挖吧，挖一个，挖一个，挖俩就挖俩。我这个出来了，在这儿呢。啊？在我手上。那个什么？咦，我看见那小螃蟹了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再往里边走一点，你这悄无声息的就着了一个。这盐好像不行了，下午给他换一包。咦，我看那边几比哦 ，OK， 你摸着没？摸着。一定要慢。OK。后边来人了，也在挖坑，瞅见没？那用说吗？就是他吗？不是这个啊，这个。来吧，走你。我在想，咱们要不改天弄。哎，来，我尝一下啊。他能出来？我看见他了，他是不是闲？闲的不行。闲懵了，我天哪！下沉。闲懵了已经，我觉得。哎，出来没？可以，差一点点，差点跑了，溜了啊！挖多少？
这个大哥已经抢占了咱们的县级。看起来情况。袖子嘛，你就着急出来的，来吧，不给桶送点水，你先找啊。叫他自己出来。我这手已经摆好姿势，这个，这个好像大。咱们把这个清洗一下，人太多了，重洗一下，我就回家了。